也不知道有没有人统计过，在春晚的舞台上曾经出现过多少相声演员？还真不知道啊！但是我们知道，有大批的相声名家和著名演员，每年都在年三十的舞台上奉献出自己拿手的节目来。对对对。曾经有一年，有一段相声叫《学唱》，哦，是两个年轻的演员非常出色的演绎了各种的歌曲。嗯，学唱的过程中是惟妙惟肖。在人才济济的晚会上，有一位相声演员口口声声说他能学唱我国著名男女歌唱家和歌星的不同演唱特点。对此，我们怀疑他是口出狂言。你看他此时此刻脸不改色，心不跳，泰山压顶不弯腰，至于学唱水平怎么样？天不知地不知，你不知我不知。妈妈哟，妈妈，亲爱的妈妈。那么今天我们请德云社的两位演员为我们表演1991年的春晚节目，相声名叫《学唱》，演员张云雷、刘源，有请。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对，上到台来呢，首先先给您拜个年啊，祝各位在新的一年里财源广进，阖家团圆。谢谢您，谢谢您。上到台来呢，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哎，我是德云社的刘源。您看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帅哥，您看看这个身高，您看看这个形象，您看看这头发多好啊。您客气。他最好的嗓子最好。对，我嗓子好。哎，我嗓子好。嗓子好。没人捧你嗓子。我嗓子挺好的。我说你嗓子好。嗓子好啊。对，那你说嗓子不完了吗？我没说你嗓子呀。哦，嗓子，嗓子好，嗓子是我嗓子好。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德云社里情歌王子，唱歌唱得最好的。谢谢您，哎，张云雷唱歌唱得最好。我唱歌唱得好，哎，这么的，哎，咱给朋友们唱支歌行吗？唱支歌啊？唱支歌，成，好吧，成，啊，唱支歌，因为这个我会的歌比较多。哦，这么着吧，您点啊？您说唱什么歌？您点，我就能给您唱出来。您看这孩子虽然岁数小，脸皮还真厚。这什么话呢？您这说话太夸张了。哦，我点谁的歌你都能唱吗？我会的最多呀。你都能唱上来？都能唱上来。我今儿难为难为你。嗯，你说这么着，你说你给我们唱一首邓丽君的歌。邓大姑的？哎，对，邓大姑。行，您唱一邓大姑的歌。等会儿嘛，您跟邓丽君还有亲戚呢是怎么的？家教习惯了。哎，对，您还认识人家是怎么？叫习惯了。您就说邓丽君，邓丽君会唱吗？会唱啊。那您给我们来一首，大家鼓掌。姑娘唱得多好。对对对对，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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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着猪来的是怎么着？怎会说话吗？怎么不会说话呀？我是男的，这姑娘像话吗？你是男的，这女的唱的歌唱得这么好，天生练的。我以为你天生丽质呢。我练的，我唱得好。哦，女的歌唱得这么好。哎哎，那这男生的歌你能唱吗？男生的歌啊，能唱啊。真的吗？能唱。您唱一个流行的，流行的，流行的，来一个林宥嘉，哦，现在正当红啊！林宥嘉，你看观众都喜欢听，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啊！
我没有说谎，我何必说谎？你懂我的，我对你从来就不会假装，我哪有说谎？请别以为你有多难忘，消失真的不是我逞强。怎么样，男的歌唱的也好，都能唱。哎，不过啊，我给你提点意见，张云雷，您说，你这个充其量啊算是模仿秀。怎么了？你这不算原创啊。哎，有本事你唱一个，别人都没唱过属于你自个儿的歌，别人都不会。原创？对呀。哎，您别说，我还真有这么一首歌。有这个歌吗？原创啊。哦，真的，你甭说你会唱了啊，你连听都没听过。您这都是。你连听都没听过，等会儿吧，他哪听过这个？您这又算大话了，我这一肚子里都是流行歌曲，有我没听过的歌吗？就这个啊，这不都是肉吗？哎，肉里面都是流行歌。那行，枪火是不是？枪火。那行，那我唱出来你肯定不知道。不可能。你听着来吧。宇宙混混那气浪一眼，国派狂派打成一团，忠肝义胆擎天柱，当个里个当个当，当个里个当当，大黄蜂就是那先锋官，当个里个当个当，当个里个当当，还有那铁皮能把大车变，一行人纷纷来在美利坚，最可恨八天虎来捣乱，他要抢夺那能量源，他要抢夺那能量源。怎么样，唱的还真不错。这首歌你听没听过？我还真没听过。知道什么吗？这是变形金刚。太好了啊，张云雷比较年轻，刘源是相声世家。这个平时的时候呢，张云雷还有一个特长，唱太平歌词啊。太平歌词是相声演员的基本功之一。新春佳节了，用太平歌词给我们搞几句祝福的话吧，好吗？祝福的话可以吗？可以。这可没有提前商量，先来啊。行，先来。来，初一好天气，愿大家福如东海，寿与天齐。好，这是一个长篇的节目啊，够长了，这一句两句就结束了。两句。刘源送来了什么祝福？哎，我首先呢，先祝福我们这个辽台的这个有话好说节目，来年越办越好，也希望我们德云社在郭老师带领下越来越红火。也希望我们所有的热情的观众朋友呢，来年能够心平气和，有话好好说。好，谢谢。